就是哦，对，就是菜也他做，对，做菜很棒，真的。你谢谢啦，不是大拇指就也是，又也是大拇指，一定是大拇指的。OK， 也许有一天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有过出我想要的人生？哦，有的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对啊，好像别人都挺奋斗的啊，我怎么好像不用？啊，就走到了今天。像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妈妈会想要照顾你，她会你身边有好多照顾你的人，对，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很幸福，是幸福，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只是说，会担心啦，这一组人他会觉得好像人生很多的关口，我是不是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然后当你在最后的时段认真思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当时我可能认真思考一下，我比较不会留下遗憾。哦，所以一直很天真的是他的遗憾，但是我们旁边就都觉得很凡尔赛。好，第五个，我喜欢上别人了，大家都没有选到这一个，因为觉得这个理由也蛮公然的啦。但如果你不能接受他喜欢上别人，那你可能会最大的遗憾是无法实现理想。所以你是有理想的，你可能没有真正为你的理想去努力过，你可能会觉得明年再开始努力啊，结果就一年拖过一年哈，或你努力过，但结果你现在还不满意。如果你有放弃，如果你嫌自己不够，那从现在开始加足马力，为你的理想往前冲。嗯，大家有没有理想？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盖一个大房子，把我喜欢的人都装在里面。然后陪我养老，其实我是让他们照顾我，这是我的理想啦。嗯，那你们的理想呢？我觉得这蛮好的，哎，蛮好的。我现在也努力的在做一个就自己的社会安全网这样。哦，对，就是朋友们还是要交流啊。你的理想不会是什么进军奥斯卡吗？还好哎，还好。没有吗？就工作，努力工作到哪里，我觉得都、这个、无所谓。对，就是自然就好。希望年轻人有不一样的答案，来告五人三位，你们的理想，你们的理想啊！哇，因为我们三个本来就真的超级无聊，然后新专辑啊。哦，对了，新专辑在做、嗯哦。我们会把它区分，喜欢的事情跟理想是两件事情。OK，、嗯、就喜欢的事情我会一直做，我不会管它终点在哪里。就看看歌会带我们到哪里。去哪边？对对对。所以你的理想就是你们永永远远都是告五人啊。对，大概是那个状态、哦。对，永远不要拆散，然后可以一起。对，就我们三个才是这个三个名字才是告五人这个名字。那因为我们是水象跟风象都有的那个日子来播出这一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个蛮水象的话题，那就是不是鬼了哈。嗯，有没有心事藏很深的人？你们觉得？有啊，仔细讲一讲。摩羯座，我觉得。你为什么觉得他藏很深？看不出来吗？他们会想比较，就在一个点，就钻牛角尖，会想蛮久的、嗯。可是我觉得摩羯会不会有点闻得出来？就是你看他的表情，其实你就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身上有一朵乌云那种感觉。但心事藏很深，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是，我觉得火象也藏蛮深的哦。牡羊、狮子、射手，嗯，因为他们太擅长，对他们太擅长用嘻嘻哈哈的方式去演，而且可能越闷越嘻嘻哈哈，尤其是射手。所以我看到过嗨的射手，我常常怀疑他是不是其实蛮忧郁的，嗯，他在掩饰什么啊？所以有这个概念。云安，你觉得你们巨蟹座，谦哥，你觉得你们处女座有藏心事的本领吗？没有。云安觉得有，有，有。谦哥觉得没有，没有。我也觉得，我妈也是处女座，她的忧虑总是泼出来。对，总是泼出来，直接我们都会知道她很忧虑。我觉得，因为我妈也是巨蟹座。OK。对，我觉得她有些事情不会想让我就是担心。对，所以他会很放很久才讲。那你的担心也会放很久才讲？我的担心嘛，我最近也在训练我自己，在事实的时候讲出来。嗯，对，很好，有这样的想法的巨蟹很不简单。要事实的。对。好，那我们来看哪三个星座上榜，我们只让三个星座上榜就好了，不要太多人内伤哈。第三名，巨蟹座。不是说不爱诉苦。
而是有时候巨蟹会顾全大局吧，应该这么说。所谓的大局就是也不要因为我觉得委屈或我的心事说出来就改变了什么，影响别人。对他，我觉得巨蟹非常害怕这个。对，为了我而让事情不一样啊，那是不是我又要来收拾善后，或我又要觉得很抱歉了？那因此他可能会把话憋到已经不会影响大局了再说。我觉得这是巨蟹憋的原因哈。我们来看第二名，来水象的天蝎座，很擅长伪装，只有自己了解自己。其实我觉得水象两位都上榜了啊，水象的人蛮会读空气，我真的不骗你，我是天蝎座，我来跟大家公开的说一下我的心情啊，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很好的姐妹，然后。那个他正在跟一个男生暧昧，然后结果那个暧昧的男生那一天是坐在我旁边，然后跟我聊得很开心，因为我们聊星座，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姐妹心情不好，我不知道，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一堵墙突然在我们之间升高了，然后他很怪，那我说不出来哪里怪哦，我好像有一点懂了，他是不是喜欢这个男生，然后我就开始挪三个位置，接下来他要问我什么我都挪开，然后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就消失了，因为我很明显的告诉他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靠近我了，你放心，我比较在乎你姐妹真的那个墙 就慢慢下来，那个姐妹也是天蝎座，所以两个天蝎座已经在无声之间做好一场沟通了不要为一个臭男生影响我们的友情 OK， 然后我也感觉到他说很好，我我们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我们如果不藏深一点其实也会伤到人所以天蝎应该有自觉了。好，再来第一名是谁呢？哎，居然颁给狮子座。狮子座但真的我们有朋友的妈妈也是狮子座，心事藏很深，对，很厉害。对，我觉得他可能比射手还要严重哦。比如说射手我刚刚会讲他还会用乐观来包装，但我觉得狮子会保持平常的样子对，察觉不到，对，因为他很强，他不可能弱给你看，以及狮子座他不会像射手座这样这样笑，狮子座会用一种很稳重的微笑，来遮掩，那你也看不出来，稳重的微笑很正常啊，所以到底有没有事，你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狮子座有时候要适时的示弱，作为一般人，我们要多关心周边的狮子座，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你们来宣传，就是想不到这部电影不是演员来宣传啊，是音乐人来宣传为我办一场西式的葬礼，然后25号就上映了，也欢迎大家来支持，今天唐强谈心事，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哦，谢谢大家，谢谢，下礼拜见，谢谢。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宙林思瑜，我是张书豪，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戏《尼坡自由式》，想知道十二星座颠覆传统的性爱冒险吗？10月28到10月30，请锁定雅虎 TV 唐启阳谈心事。